近呢，有一组照片在网上很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海南大学里头惊现了一个神人，啊，这是一棵椰子树啊，他站在椰子树上练功。从这个照片来看呢，这个练功的人是一位白衣男子啊，他先是在草地上练，随后呢，镜头转到了距离地面有4-5米高的这个椰子树上。这个男子在树上练功的时候呢，时而金鸡独立啊，时而单腿蹲坐，一招一式镇定自若，颇有大家风范。有网友就惊呼：“哎呀，阿 Sir 啊，你能不能上去重新下来啊？啊，我想拍下你飞跃的瞬间啊！”几米高的椰子树上，平时啊站都站不了啊，这些平时啊，竟然有人能在椰子树上练功。这件事呢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海南大学的学校内很多的同学都说见过这位武林高手神人啊。这位先生姓福啊，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，自学成才，练就了各种各样的多种武艺，并且呢也曾在某项武术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看来啊，这个高手在民间，咱们中国功夫真的是牛啊。